Excel， 反正 Excel 架构有了 ，assets 就有了。哦，那这个前提是你只是需要就是把 Excel 一样的资料放在 assets 的话，用这个方法最快。哦，不然的话你就要慢慢逐步的去建什么资料栏位，然后还要了解它的资料形态等等的。像有些书里面会讲什么，就是设计检视，这些都要自己做。这个栏位名称啊，什么什么，然后呢，资料形态也要自己打。那上面的话，这边什么栏位大小、格式，这些要自己弄完之后再储存，然后存成问题一。存完之后的话，你也可以怎么样，再把它存档之后啊，再把资料放进来。那放进来的方法当然很多种，然后比如说你可以这样，假如说里面没有资料，对不对？以前要把资料放过来，其实也非常简单，几个方法了哈。你可以怎么样呢？直接这边，然后Ctrl Shift 向右向下。哦，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，Ctrl C 嘛，对不对 ？Ctrl C 之后的话呢，再到这边怎么样，把它怎么样，直接贴上就好。其实它的栏位一样嘛，所以自动就可以贴上来了。但是如果你栏位前面有六栏，就是你贴上有七栏，如果是 SS 大 ，Excel 小还可以，它只是有一栏会空下来。但是如果说你的 Excel 七个栏位，就这边只有六个栏位的话，那会怎么样？他会告诉你说无法贴上，啊，会有贴上错误的讯息发，就是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啦，啊，你反正两边要对应就 OK 了，可以这样贴，或者用汇入都可以，甚至哈，有些资料，比如说可能是从文字档汇入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先汇到 Excel， 或者有时候你可以在 Word 里面，假设 Word 里面你要把它转到 SS 也可以，但是前提是 Word 里面要先变成什么？变成表格，如果 Word 里面变成表格，有没有也是一样全选贴过来也是没问题的，哦，所以啊，哦，反正你要资料交换，第一个你先产生 Excel 的一个栏位，然后呢再用复制贴上也 OK， 可是这毕竟不是办法，你有时候不是 每天假设都要这样复制贴上贴的话，那可能还是不是很方便，所以呢我们需要做几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上个礼拜讲表单，我们的那个这个上面，哦，我们有几个按钮还没完成的，就是这个新增资料跟全部